近日，讲述一代徽商传奇经历的电视剧《乱世望族》正在横店影视基地如火如荼的拍摄当中。该片由程志鹏、王斑、刘孜等人联袂主演，讲述了民国家族两代人抗日情怀下的乱世情缘。此次也是程志鹏首次出演民国戏，并饰演了一位与日本勾结的民国公子。对于此次颇具颠覆以往形象的角色，程志鹏面对镜头侃侃而谈，并称扮演这样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角色非常的值得。比较特别是因为这个角色有点颠覆我以往所有演的那个感觉，就是比较那种比较坏的人吧。然后因为这次是从年龄跨度很大，就是从十几岁演到40岁，40岁我都有一个儿子已经18岁，所以一下子变爹就啊，就觉得很奇怪这样子。然后演我那个老婆那个那天拍戏，我说哇，你们两个真厉害，儿子打下巴，妈妈打嘴巴，就我的左上角的嘴巴这边也破了，里面这儿子打里面也破了，就你说这个人是不是讨厌吗？对对对，就是还蛮值得挑战的角色。随后到了吃饭时间，程志鹏为了慰劳远道而来的记者，亲自带着所有记者来到自己在横店常吃的一家饭店。令记者们意外的是，到了饭店，程志鹏穿着戏服竟然直接来到了厨房，化身厨师亲自下厨炒菜，居家好男人的一面尽显无疑，也令现场所有的记者大开眼界。原来当年的小帅虎程志鹏如今依旧魅力不减。这道菜我们请大家吃，非常。我记得你得把菜给你拿筷子啊，颠出去才是高超。这拿手做的什么菜呢？只要冰箱里头有食物，我都能做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当天程志鹏更是与记者们打成一片，为记者们忙里忙外，炒完菜又忙着端菜拿饮料，不辞辛苦。一转眼，志鹏就为大家炒了3-4个菜，也让记者们大饱口福。不料这还不是志鹏最拿手的菜哦。泰国的凉拌海鲜、凉拌牛肉，然后韩国的那个豆腐海鲜豆腐汤，然后还有酸辣汤，但今天都做不了。